他很希望来个正常点的辅助，然后来辅助他。如果不是很正常，他玩得很难受。推！哎呦我操！你把他点死！一换一，这一换一，这也不亏呀，兄弟。说实话，刚才你呀，这波操作我湿了，我湿了，给我看湿了。AD 换辅助可以换啊，没关系。好消息，这把沙米拉是上把维恩。推。等个三级啊，这还没升二呢，别着急，等个二级先。给我点个兵，二级学个E，萨米拉有没有闪？走位还可以，沙米拉有没有闪现？你们知道不知道？没有闪现，好，可以，先走一走啊，别急，先往后拉一拉。点不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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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不着啊！给我一枪！那凯隐怎么还回头呢？本来我都想跑了，他还回头干了一下呢！我操！干啥呢？来个皮嗨去，来本小黄书。沙米拉三个人头，下边得杀沙米拉了啊！哎呦我操！好样的兄弟，好送！先激活我是没想到的啊！前眼儿前你就别撕了，要我说，给你放个 W 呢。其实寒冰配合我们不算很好配合，他没啥爆发，你知道吗？这英雄我挺不爱跟他配合的，没什么用啊！这寒冰，先来一个小皮孩，这个皮孩出完，我们的节奏要起来了啊！去赶赶别人，你先猥琐一下，我去中路赶赶一波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中路这么惨吗？让人越塔单杀，推！推！
跟我打，小伙子。兜还让我下当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。吃口屎来，赵信找一找。先走一手，别急。三秒一，两秒，中，一起来。别上。哎呀，挺没用啊你呀，我发现。这你都打不过，他把技能都甩给我了，你都打不过，真没用，真是没用的男人。给我下当了。他没拦，他半管着拦呢，我来了，你放心，打野不来帮你，我来，好吧。哎，打野不来帮你，我来，别急。来，来 W 扣拉，看他往哪走来，抢个人头，往下来。现在我们秒人就一秒，你能打得过我，小伙子？你真是的。真是有意思。来，双杀，有没有 W 啊？中。哎，不行，这个瘪了，来个爆裂魔杖。这波起飞，下路全死了，打龙吧。虽然我们死了，但是我们把其他的人全部都打没血了。我马上来救你啊！来把龙打了。跟我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！我早就说跟我来，他指定过来查眼儿。Oh my god！哎呀，没秒掉，天哪，看来这下路还是不能来，我发现了，兄弟们，下路不是我们来的地方，我们还是得去其他的地方，现在在下路玩肯定是不行了，多去去中路，多去去野区，尤其是找着赵信去。这个寒冰留他自生自灭吧，咱就别管了，我们跟着凯隐走，往上走来。来，凯隐到到位。你怎么连赵信都秒不了吗？这凯隐不是挺肥的吗？我记着你的虚区呢？啊！哎呀，他妈上哪都有这赵信的，烦死个人了。这你在这等一手啊，看看他上不上。那永恩在干嘛？这花里胡哨的在秀些什么东西呀、啊？
来吃狗屎，躲开，别抢，把他野区给他点亮啊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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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赵信，我上哪都有他。这波假装下来，其实我们不下来。来，先杀赵信。嗯，你有闪现是吧？闪呢？先变蜘蛛形态追他啊，然后变人形态，一闪 W 接 Q。来，他有 E 吗？中路杀一波，来，可以杀。跟我走起来，这玩意儿呢，他打不过我都没事儿，他都打不过我们，先扫一下。哎 ，EW， 瑞文在上面，不去了，在这儿等一下。这蜘蛛形态怎么没变出来呢？我靠！我摁蜘蛛形态为啥没出来呀？先来个这个，你把寒冰抛弃了，寒冰要15了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这666不是挺好的吗？这666，那跟他配合不了，我们还不去别的路，你说是不是？复议这把 E 技能给他点满，先插个眼，这塞拉斯得杀，一打爆鸟扣咬死，进身体，来中补，先咬这个分女啊，插个眼再咬，一 Q A W 好了，这边沙米拉，提600块，哎呀，上路又死了，我操，好忙哦，上路怎么又死了？哎，这没有红吗？一下，拜拜！回家。跟我来，塞拉斯又死。补。W 一小兵走，哎，为什么点小兵点不到啊？我点了这么多次小兵，是鼠标不好使还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操，为什么我点小兵不好使啊？我一起飞那边小兵我一直在点，他为什么不下来呀？我吐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寒冰死了得了，这就被上了，这还往上上，早不上，上你不早上，
愣送啊，这杰斯啊！打个蓝嘞！什么意思啊？这是，什么意思啊？走，去左边找赵信去。你像个犊子似的，你见着我就打啊！在这等一下。三百块，来。这瑞文指定得过来，百分之百，来跟我来这蹲的。先插个眼啊！闪现 EWQ 秒掉，别操作！哎，这帮不过来呀，这真是帮不起来呀！来一裹着，别给他小兵啊 ！W 一下，动，变蜘蛛走。就你，我杀一个，我们家打不过；我杀两个，我们家打不过；我杀三个，我们家还是打不过。就是我们杀多少个人也没啥用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怎么杀对面也没用，也都是打不过。人家来了一个下路，能把俺们三四个给杀了。人家除非把对面杀五个才能赢，可能都不一定能赢。我杀了他们家四个，沙米拉没死，也打不过。你看刚才我杀了一个赵信，杀完赵信杀塞拉斯，杀完塞拉斯我又帮队友杀了一个像瑞文，对吧？三个人全死了，人家来人，我们家还是团灭，还是打不过。来就来个下路，然后后边支援过来的，你知道吧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帮一波啊！哎，可以。一起来！哦哟，你看那 ADC 一打三，还不是别人，是 ADC 一打三。难呐！杀一个人不行，塞拉斯死了 ，ADC 过来把我们家三个人全杀了。来看看这瑞文，我们把 AD 杀了也没用，塞拉斯能一打三，塞拉斯杀完以后也没用，瑞文又一打三。哎，红 buff， 先插个眼的。你赶紧把他杀了，对。我先一起来，先把这咬死。
你看着没，我们刚才杀了个辅助吧，这波我打四还是打不过，哎呀这怎么打也打不过，就很奇怪，看来得来个沙漏了。这他们家 AD 也没有人保，也不是说有人保着，那分女都死了也没人保，就自己上来的。哎，你能把这打了？哎，你为什么？哎呦我操，漂亮兄弟！走小龙，走到小龙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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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速度速度速度，来小龙，这波节奏起飞了，分女过来，分女死了。先把瑞文杀了。哎呦我操！撤吧，啊，撤吧，兄弟们，溜吧。就是打不赢，对，就是打不赢，就很怪，必须得把五个都杀了才能打得过。但是我们这技能吸地吧，那九秒一个，也不是说杀个人吧，就两秒杀一个，也不是这样式的，你知道吧？也没到两秒钟。对面这波纯是没视野啊，一点视野没有，刚才这波没有一点视野，我们阴人是随便阴的。那照进就进，就像有毛病似的，赶紧给他咬死，我的妈呀，这后边来瑞文，你瞅那塞拉斯就追着我呀，你追我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你不就追俺们家其他人去？我操！哎呦，我开眼好像有点意思啊，兄弟，不容易，终于打赢了一波，太不容易了。你要说俺们家有多劣势，那倒也行，俺们家也不算特别劣势。你看，上路起来没？两件装备。中路起来没？两件装备。AD 起来没？两件装备。打野起来没？三件装备。辅助起来没？神装了。也不算特别劣势吧？你说是不是？把这美甲窃魂卷给他卖了。来个大棒子，怎么能存在怎么打也打不赢的情况呢？你说，哎我操！巴米拉顿弓，这里边居然没有眼儿，解得很快、啊、
没事，他们这里没视野。打一套，别急，叮，队友呢？啊，这波没队友啊，这波没队友的话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原来队友都跑了，没注意，全毙了，守基地吧，别上了，别上了啊，别上了，守基地，守基地，守基地。哎呦我操，兄弟，快点飞回来，赶紧守基地。明明可以不被一波，就非得要让人一波，你这真难受，真是难受，就跟那。就跟那有病一样，你知道吧？你说这波守基地多好，为啥不守基地呀？为什么不守基地呀？哎，真难受！也不守基地，也不知道要干嘛，你说，真头痛。有事，有事，有事。